一个妈妈叫我要吃饭的时候，我要隔两座山，喂，快来加班哦！我那个要叫得很远很远，所以从小就养成了唱歌大概就比较这个豪迈的感觉啊。这个我刚刚讲说，我有我是这个来自屏东的原住民，我有四分之三的台湾族血统，四分之三，大家一定会觉得很奇怪啊，怎么会有这个四分之三呢？我四分之三的台湾族，四分之一的台湾，这个情形是这样的，我不讲清楚，大家好像很难理会哦。我的祖父是本省人，我的祖母是台湾族，所以我爸爸就一半，对不对？我妈妈又是台湾族，所以呢，这一分下来呢，我是越来越靠台湾族那边。台湾族有一个特色啊，这个我们也都知道，在台湾的原住民呢有很多族，对不对？从以前的九族变十族，变十几族，现在有几族啊？十四族啊！刚刚我先听到这小朋友的声音，显然我们的小朋友很有学问。老师教的好，对不对啊？那这个我呢，我知道是我们这个台湾族的原住民啊，是最黑的一族。你把所有的原住民集合起来，那最黑的那个角落就是台湾族站的地方。真的哦，所以呢，我们那个地方啊，每次下班的时候啊，那个村长就要广播，各位村民，现在下午六点下班了，各位走在路上记得面带微笑，不行动，面带微笑，牙齿还要露出来啊。然后因为我以前大学时候念的是体育系，所以这个晒太阳晒得很黑，那本来就黑了，然后晒太阳晒得很黑，那我们那个寝室晚上11点熄灯，熄灯了以后啊。不太容易看得到。那我们那个宿舍这边有没有师大的校友？有吧？我们那师大的那个宿舍啊，里面住六个人，然后上面是床，底下就是那个书桌那一种的。结果呢，那天熄灯之后呢，我就坐在书桌上面啊。结果有人要进来找我，那我绰号叫毛毛，不知道我怎么叫我这个绰号，听起来蛮可爱的。然后一进来，毛毛，我看奇怪，怎么没看见我？我坐在那个桌，就在他旁边哦。我只好叫那你家。把牙齿跟眼睛弄大一点，他就看到了。好，讲了这么多呢，其实就是让大家知道，这个我们原住民呢，其实是非常的淳朴啊，也非常的善良啊，也喜欢唱歌。接下来这个歌呢，跟我的血统就有关系啊，因为接下来这个歌呢，就有原住民歌谣的节奏，比较轻快。先把歌名跟大家讲，看大家有没有听过《拜访》。听过吗？有。你们的反应好像不是很热烈啊。灯先不要，灯先不要，我们场灯稍微亮一点点，好不好？场灯稍微亮一点点，好。哎呀，对，就刚才亮，就刚才亮了，就刚才亮，好。反正哇，就那么多人嘛，我楼上有。好，听过这首《拜访》中间举手。旁边不帅，耶。好，左边刚才。进来，左边。会唱这首歌的举手。会唱这首歌的举手。好了，前面有位小姐，你举手了对不对？来，麻烦你上台来。来，没有麦克风。来。哎呀，但是歌词我忘记，我告诉你，每个上台都这样讲，然后唱的时候都比我大声。来，麻烦你站在这边好不好？来，拜访春天哈。我跟你讲，这么多年来，我已经养成了这个很好的功力，你知道吗？我可以一边唱一边提词，左嘴唱，右嘴提词。那年我们来到小天，心飞散发成春天，我们就走进吉祥小山的身边。
我们有这个勇气上台来，我们总是要访问一下，对不对？不能唱个歌就走了，对不对？来，先跟大家这个自我介绍一下，您的大名是？各位大家来宾晚安，我叫陈继林，谢谢。陈小姐，啊，您刚刚这首歌唱的版本跟我不太一样。那个您同年我们同年代的，没有啦，你这边你看起来根本猜啊。喜欢听你的歌啊、哦、这个话听起来还蛮好的，我就怕人说我就是听你的歌长大的。然后讲这话的明明已经五十几岁了、哎、那这个歌给你来讲你有什么感觉？你当年真的有听这个歌吗？对，那个时候是民歌的年代。那个时候民歌年代，所以你有买这张的这个？有 CD。 那个年代没有 CD 耶。那个年代就对，那个年代就黑胶唱片，对不对？还有那个录音带，还曾过出曾经有一阵子出那个叫什么，那个什么侠士的那种嘛，叫那个夹念夹还是侠？侠，不是哦，那个就大的，这样子，那推出来说打到人会昏倒那种的，很大的那种。哦，啊，你那时候是买录音带是吧？还是买那个黑胶唱？录音带，录音带哈、哦，对不对？所以你觉得当时我唱这歌唱的怎么样？很好听。那你显然受骗了，哎。这个歌我跟你讲，这个当时人家一直以为说我唱个歌啊，你可以拿着麦克风，随时跟大家讲问好都没有关系。哎，现在台上我们俩就一起访问大家，一起跟大家讲话，好不好？哦，陈小姐，你不要问，不要占用你太多时间了。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我们今天时间长得很。哎、对，听说我们这边好像没有人唱到十二点过嘛，是吧？我的意思是我也不要破例啊。好了，这个民歌啊，这民歌年代是我们大家共同的年代，对不对啊？这个是你不要讲料，你看你语重心长的样子，好不好啊？跟大家讲说，我爱民歌，我爱民歌。我跟你讲，你如果要做那种很有力的那种那个要讲的很有力，我爱民歌这样子，对吧？可以让我下去。对啊，你就这句就好了。对，我跟你讲，谁叫你刚才举手，好不容易抓到一个人，怎么可以这么轻易放你下去呢？跟你讲，我爱民歌，大声一点，我爱民歌。好了，谢谢你们，谢谢，谢谢，好，谢谢，好，谢谢，谢谢。哎，这个麦克风摆在这边是有用处的。哎，没有啦，这个其实呢，我一直觉得说啊，今天是叫什么演唱会啊？我根本就不把它当演唱会，你知道吗？我把它当的是同乐会。所谓演唱的意思就是什么？就是有表演者跟听的人，对不对？你们觉得我是表演者吗？不要把我当表演者，把我当你们的朋友，好不好？这个如果当表演者的话，表演者跟观众啊要有适度的距离，因为适度的距离是一种美感。那我呢也没什么美感，就算了，对吧？所以基本上来讲，我不是很喜欢当什么新不什么新的，我喜欢当大家的朋友啊，好不好？所以呢，这个你们啊看到我的时候，真的不要把我当什么，我想因为我等一下就跟你讲，我不喜欢当艺人，我比较喜欢当绿豆。不太好笑，对不对？因为我跟你讲，我有时候去开车啊，开车去加油啊，因为我很久没有上电视了。然后呢，这个年轻人，那个在加油站打工的年轻人哦，就看到他又好像认识，又好像不太认识，然后就到处叫，哈，你是艺人？所以呢，我是绿豆。好，这个刚刚连唱了两首歌，对不对？哈、哦，接下来这首歌啊，各位想听什么歌？不是，我会这样问是因为为什么你知道吗？最近跟我就是我办公室的助理呢，他跟我讲一件事情啊，我发觉他讲得非常有道理，因为我的脑容量已经没有办法超过两天的记忆。请你们告诉我下一首我要唱什么歌好不好？哎，我就知道是这个歌嘛，我只是看你们对这个歌熟不熟而已。好，我今天为什么要挑这首《再别康桥》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因为当年我就是用这首歌去参加金韵奖的比赛，
一路过关斩将，最后没有得到冠军。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这首歌是让歌词的部分大家都知道，对不对？是徐志摩的新诗啊，对不对？所写的。我念的是师大体育系，可是我一直觉得我的气质比较像国文系的。这个笑声有点奇怪。所以唱这个歌啊，一方面是因为我喜欢这个歌，一方面是想要表现我的气质，好不好？好，再别康桥，谢谢。上网去看，或者到我的 Facebook 去看， Facebook 很简单，你上你的 Facebook 然后打搜寻失笑容啊就可以，因为我也没有封锁，没有什么只给谁看不给谁看，所以你什么都可以看啊。所以上面有那个我们民歌高峰会的讯息，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台南文化中心，哎，我真的是忘记几号，应该是17号，不一定不是17号就是16号啊，这两天某一天
就在那边会有郑怡啦、我啦、叶嘉修啊、黄梦麟啊、杨芳瑜、徐小菁啊，然后这个陈明韶啊，还有台兆梅啊，我们这个民歌高峰会的演唱会都是民歌啊。好，那么接下来这个歌呢其实呢等于是我们民歌里面的国歌，因为每次一讲到民歌演唱会呢一定要唱这个歌，不唱这个歌好像没有参加到一样啊。这个歌三个字，哪一首歌？我白问了嘛，上面就有写，对不对？你们就早讲，害我在铺这个梗。好，会唱吗？开始有点害怕了，是不是？不要怕，不要怕，这首歌不找人，不找人。哎，会唱吗？好，那我这样哈，因为刚才我们都是用放伴唱带，然后吉他就藏在里面，所以也许有人没有说我这个是个道具，我们可以抢一注定啊，对不对？好，那现在开始呢，我们啊，这个有几首歌用吉他伴奏，好不好？好，那这首歌呢，木棉道啊，我弹第一段啊，好，我弹第一，我弹，然后第一段让你们唱，然后第二段我们再一起唱，好不好？好。啊，不会词的、啊、没有关系，我会一边提词。昨天但是红红的花长长的长长长的街，好像在燃烧，沉沉的夜，二三四，沉沉的夜还会在不眠的轻轻的风，我最后听到女生的声音，男生嘞。木棉道，那是去年夏天的高潮。那是梦里难忘，爱情就像木棉道，季节过去就谢了，爱情就像那木棉道。长长的街好像在燃烧，楼上的没听到你们声音哦，轻轻的风，那是梦里难忘的波涛，爱情就像木棉道，季节过去就谢了，爱情就像那木棉道。不了，缠声绵绵来，缠声绵绵，最后一次来，那早知道我就不要安排那么多歌吧，那你们唱就好了，好。哎。
其实木棉道这个歌啊，真的是大家知道谁写的吗？不是王梦玲啊，马兆骏写的。哎，这个歌真的是非常非常经典的歌哈。这个讲到马兆骏呢，我想说，哎，大家可能对他有点点印象，对不对哈？他这个写了很多很多很好的歌，同时呢，他跟我也是教会里面非常好的弟兄。那但是比较可惜啊，就是几年前他这个过世了哈。我好像还有后面还要用吉他，不是，刚才拿掉那个袋子的时候本来有点帅气的感觉，后来不对，我还要用。好，这个刚才我们唱的这些歌啊，叫做民歌，我不晓得为什么当初要翻译成民歌啊，就这个名称我也不知道什么意思。不过说真的哈，各位，民歌，真正的民歌啊，真正的民歌，如果我们英文来讲的话，应该叫做 folk song， 对不对？民谣。那民谣啊，其实啊，最能够反映当代的，或者当我的代是时代，还有地方地带的意思啊，最能够反映那个地方。其实啊，这个民歌，我觉得它应该算是说这个那个时候流行音乐的某一种形态。那真正的 folk song， 真正的民谣啊，比如说像这个叫什么？这个《马车夫之恋》，各位听过吧？有没有？有听过吗？对不对哈？你看哈，我为什么现在讲这个呢？你看，我一直觉得说，这么多年来我唱了很多歌，那你看，可是我一直觉得说，到底哪一种歌对人最有帮助？哪一种歌真的是除了听了，哎呀，这个能够抒发一点感情之外啊，哎，可以叫我们这个人呢，能够越唱越喜乐，能够叫我们这个人越唱越有平安，能够叫我们这个人呢越唱啊越哎高昂起来。如果说我不是批评了，我们讲实在，就像我刚刚讲的，比如说《大马车夫之恋》，你看，各位都知道吧？对，太阳出来又落山哟，一天到晚赶过你路呀，吃不饱来穿不暖哟。哎呦，对，天天辛苦，天天忙呀。重点来了，哎呦，我的命好苦哟，一遍不够，哎呦，我的命好苦哟。你看，唱了半天，结果就是告诉人家说什么，我的命好苦，对不对？一遍不够，还要讲两遍，生作假公党仔呀。啊，你还是问他说，哎，啊，你怎么唱这个？怎么唱了半天，跟人家讲了我的命好苦，这个歌唱了不会，人不会喜乐起来嘛？啊，他一听，哦，啊，我那个这得不遵守，那我是得，你听我讲台语的，你就知道他接下来要唱的是闽南语的。我告诉你，我们台湾人呢就有一个特点，不跟人家拐弯抹角，开门见山，直接就告诉你说，祖比祖坛，我这里跟你讲的哈。老店的吼，你跟你讲的啊，自比自叹歹命人。你想想看呐、啊，如果说我们唱歌唱了半天，不然呢就告诉人家说我的命好苦，不然呢就是跟人家说我自比自叹歹命人，那不是很对不对？那干嘛唱这样的歌呢？有一种歌啊，可以叫人越唱越喜乐，叫人家越唱越平安。叫人家唱了之后啊，哎呀，很多很多的这些的烦恼都不见，你们要不要听听看？要吧，对不对？好，接下来我来唱了。节奏啊，跟《拜访春天》差不多。你看那个《拜访春天》，曲名叫什么？不是，我说啊，《拜访春天》的曲名叫做什么？《拜访春天》，对不对？但是结局是什么？最后一句说什么？这一个时节没有春天，哇！拜访春天，拜访了半天，到最后没有春天，哇嘛讲讲悲哀呢，对不对？所以你看这些歌，你说真的，我不否认呐、啊，其实民歌还是有它好听的地方。但是说真的，能够叫人越唱，我还是在讲，能够叫人家唱的时候，真的哇，好喜乐的那感觉的，只有现在我要唱的这种歌，你们听听看啊。我要唱那一首歌，唱一首天上的歌。头上
山。现在哪一个说，我头上没有一点点的乌云，心里没有一点点的忧伤？你扪心自问，你是的，你举手。我能接着我来，就比起来，接。对呀、啊，你们头上都有乌云，心里没有够忧伤，那、啊、怎么办？来吧，举起来，就比出来，几年几年都拍你了，好可怜啊，怎么办？你看啊，我就说嘛，这么多年来，哎，不管在我在过在这个很多很多的场合，今天啊，哇，人山人海，有的我也有到那个人很少的地方去的，有那公司里面才十几个人那个，哎，也有那十几个人的场合，也有那几千个人的场合，我每次问，几乎都没有人举手，唯独有一次例外，我就问了。真的有人举手吗？头上没有乌云，心里面有伤的举手。跟今天一样，啪，真的有一个人举手。我一看，哇，不得了了，只有一个人举手。一看，一个七岁的小妹妹。我就问啦，头上没有乌云，没有；心里面有伤，没有。我说你今年几岁？七岁。我说很好，过三十年你结婚生子，我保证你头上有乌云，心里有忧伤，对不对？哪一个人没有头上没有乌云嘛？哪一个人心里没有忧伤嘛？难免都会有的，是不是这样子？对不对？所以呢，如果说我们头上有乌云，心里有忧伤，然后呢，我们光是一天到晚就唱来苦啊苦啊苦的，那你就会越唱越苦。朋友们，你说我讲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子？主逼主谈，你真的就会变成拍秒了，哇！刚刚底下嘞，哦，就唉声叹气，那你真的会哇，越叹，人就越叹越下去。所以呢，最好的方法就是啊，我们唱刚才这样喜乐的歌。哎，刚才呢，我们也问过啦，对不对？我就不用再说谁头上无语，谁心里没有伤。你们刚刚全部都没有举手，那我现在可以随便点个人呐、啊。哎，你们都不能不上来了，对不对？哎，头上都有乌云，心里都有忧伤的哈、啊。来来来来，我看哪一个乌云最多啊？哪一个忧伤最大的？哎。你不要一直故意看那个节目单，你看我也知道你刚才没有举手嘛，对不对？对不对？好，那么我们就请这一位来吧，你坐在正中间，对吧？对，来来来来，我们掌声鼓励一下来。这个歌很简单，我把歌词跟大家讲一下。
生命的河，喜乐的河。这个，这个有开吗？喂，他有开。他有声音就是有开，他没声音就是没开。这样很简单的逻辑，对不对 ？OK， 好，这个这个歌你听过吗？你听过吗？卡拉 OK， 你要求太多了吧？哦，抱歉了，我还是一样的，我可以一边唱一边提词。生命的河，喜乐的河，你讲一次来，来我们大家一起讲，生命的河，生命的河，喜乐的河，缓哎缓缓流进我的心窝，然后再一次，生命的河，喜乐的河，然后再一次，缓缓流进我的心窝。然后呢，我要唱那一首歌，好了，就是这首歌的歌名了，唱一首天上的歌，好，然后就是头上的乌云，心里的忧伤全都洒落，好吧，哎啊，等一下那高音一定要也要跟一下，全都我是担心待会我唱的时候可能会不顺，因为没有听过那个这首歌，抱歉啊，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我会适时的会顶上去，好吧？二三七，生命的河，喜乐的河，缓缓流进我的心窝。生命的河，喜乐的河，喜乐的河，缓缓流进我的心窝。我要唱一个，我要唱。一首歌，唱一首天上的歌，头上的乌云，头上的乌，心里的忧伤，心里的忧伤全都洒落。好，一起来了，生命的河，喜乐的河，缓缓流进我的心窝。说头上的乌云有没有小一点？有了啊，心里有忧伤有没有少一点？的确，的确，对不对？啊，所以你看看，这个诗歌就有这个疗伤止痛的效果，对不对？好，好了，这个愿神祝福你，好，好，谢谢，谢谢，好，谢谢这位先生。这个刚才这首歌啊，其实真的，我觉得。可以让我们啊，真的是很得到很多帮助。你们看我这样子台上嘻嘻哈哈的，你们说我头上有没有乌云？心里有没有忧伤？有。我告诉你们，我的乌云比你们还要大，忧伤比你们还要深。我刚刚讲到说我的家乡啊，屏东县的雾台乡，你们听过是不是？有听过吗？就算没听过，两年前2009年，你应该也应该听过。因为八八风灾的时候呢，它是重灾区，对不对？2009年呢，对我来讲是非常痛苦的一年。怎么说呢？我2009年的年初1月6号，我有一个弟弟，啊，我叫做孝荣，我弟弟呢小我2岁，叫做孝源，水源的源。从小呢，我们两个，因为我爸爸是公务员呢，在山上。这个乡公所里面当秘书，所以呢，这个我妈妈就带着我跟我弟弟在平地，从幼稚园我们就在平地念书。后来我爸爸退休了，就把我妈妈接到山上去啊，这个家里面开杂货店啊，需要妈妈帮忙。所以呢，我跟我弟弟两个人差2岁而已啊，就小孩带小孩啊，然后我们两个就在屏东市念书，两个人就好像相依为命。虽然我们两个差2岁，我们两个的我们是兄弟，我是哥哥他弟弟，可是我们的情感呢？
既是兄弟又像父子。我弟弟对我非常非常尊敬，我对他也非常疼爱。这么多年来，他大概 也是这个很多事情不顺遂，所以啊，这个意志也比较消沉一点。那我呢，好像感觉上都比较顺，所以呢，我很多很多的计划，很多很多的什么都不会把它算进来。怎么样，第一个就想到是我弟弟。结果两年前的一月六号的早上，我接到了我爸爸一通电话。啊，那个真的是我接到，我从床上跳起来，我爸跟我聊笑容，不好的消息，短短几个字，校园走了，我的亲弟弟，毫无预警的就在我们家的，就是在舞台，就在家里面，毫无预警的就在浴室里面昏倒，就然后就这样子，发现的时候已经没有气，也没有气息了。所以各位你想想看，对我来讲，我是多么痛苦的一件事情，失去我的弟弟，对不对？隔了半年，才隔了半年，七个月，你看，八月八号，当天呢，其实我那个时候啊，正好在台北，在录我的三十年民歌三十年的回顾专辑的，那个你们如果有进来，在外面有看到，我就是当时在录的三十年的回顾专辑，因为我唱到二零零九年，我正好唱满三十年，所以我想说把我以前唱过的歌。唱过的重新再唱过，以前没唱过的我喜欢的，比如《再别康桥》，以前不是我唱的，我也拿来唱；《一条日光大道》不是我唱的，我很喜欢，我也拿来唱。我记得八月八号当天呢，这个大概也差不多是这个时间吧。啊，我录音录到一半了，有我打电话给我爸爸，啊，说哎，这个父亲节啊，很抱歉我没办法回家，等等。我爸说没关系，等等。还没讲完电话就断掉，我觉得很奇怪，怎么会这样子？那不管，那反正呢，我想说既然有讲就好了。隔天我看看。新闻，台北真的是没有怎么样，啊，台北真的没有怎么样。可是那个灾情慢慢出来，我才晓得灾情这么严重，而且居然我的家是重灾区。然后我父母亲呢就被关在这个山上，一关关一个多月，差不多一个月左右。我还没见到我父母亲，我呢又侨委会又派我组团带几个民歌手到美国去宣慰侨胞一个月。各位你想想看，我那个时候还没见到我父母亲呢，我又要出国去，那个多难。更何况那几天呢，这个要联络的时候联络不上。有一天终于啊，手机打通了，我跟我妈讲说，哎呦，这为什么会这手机一直不通，家里电话断了，那是一定的嘛，对不对？有线的一定断了。我妈说，哎呦，因为那个后面基地台倒了，好像在我们的村子里面只要站到某一个点，只有那个点是通的，这样我就好，因为要帮他省电了。因为没有办法充电嘛，断那个停电了，我就跟我妈讲，好讲，我们不要讲太长。每天中午十二点，你站到那边去，我们只要电话通了，讲一声骂你好就好了，这样我就知道你们安全就好了。第二天中午十二点整，我准时打过去，果然不通，又不知道为什么。各位，你们想想看，在那种情况之下，有那个人心里面有多难，对不对？我呢，在当时，实在啊，我要不是靠着这个诗歌的话。我要不是说在这个地方我能够一边唱着诗歌的话，我实在很难过那个日子。我不会演，我在这边跟大家讲的，我是一个基督徒，啊，我是一个基督徒。圣经上，或者是说我们圣经上从来没有告诉我们说基督徒就不会碰到任何事情啊，就一切所谓的平安，并不是说无灾无病啊，开车不会碰到什么事情，买股票不会跌，不会套牢，谁说的？我就被套牢了，对，该碰到的事情你还是会碰到。真正的平安不是说外面什么什么事情很顺，真正的平安是因为是告诉你说，在任何的情形之下，你有一位神跟你同在，这个是最大最大的一个把握。我就是因为有这个把握，所以我才能过那段日子。各位，你知不知道？雾台现在啊，我们雾台乡啊，六个村强迫迁村，五个村现在只剩下一个村，就是我们那个雾台村，只剩下一个村，所以。我们世上有很多的事情不在自己的掌握当中，大家都知道现在是极端气候，极端这个极端那个，对不对？什么都是极端的，都不在我们的掌握当中。所以呢，接下来我唱的这个歌，其实就是我，各位听清楚啊，我在十二年前恢复教会生活。什么叫恢复？就是曾经有，后来没有，然后又有，就叫恢复。啊，恢复教会生活以后，我。当时这不是我创作，但是我制作的一首诗歌，这是一首闽南语的诗歌。我今天很希望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首诗歌，因为这首诗歌对我来讲真的帮助非常大。这个曲名啊，歌名很简单，叫做《甘注这会行》啊，希望大家会喜欢这首诗歌。谢谢大家，谢谢。
永远袂煞，予我心灵真正快活。一路上，神的祝福，足足满满。
所以一路上是呢，就奉足足满满的先决条件，就是我有耶稣。你爱有耶稣，你才会一路上有神的祝福，你才会足足满满。我真的是这个样子，各位，我刚刚讲说我啊，因为我从我这高中之前我都在屏东，然后呢，我上大学到台北啊去念师大体育系，然后呢，其实我小时候呢我就在教会里面，后来呢我到台北去啊，我也就好像离开教会，偏偏啊我又去参加了民歌的这个当了民歌手，到处这样子，所以呢，其实我就远离了这位从小啊我就知道的这位主耶稣。后来呢，在大四那一年啊，我的一个朋友又带我到教会去，在那个地方啊，差不多一阵子之后了，我实在是我知道这位主耶稣他是神来成为人，他从天上到地上来，为我们在这个地上生活了33年半，最后为了我们，也为了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但是呢，如果死了就算了，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3日之后他从死里复活，然后呢升天，成了赐生命的灵。今天这赐生命的灵就随时就在我们的四周，所以只要我们呼求主耶稣的名的时候，他就进到我们里面来，成为我们的生命，成为我们的供应。所以今天只要能够呼求主耶稣，你就能够得救。我们呼求一声试试看好不好？你看，哦主耶稣，哦主耶稣，哎，你试试看，来大声一点，哦主耶稣，哦主耶稣，哎，你看，我告诉你，圣经上说，凡呼求主名就必得救，恭喜你们，你们就必得救。你要有这个把握。我告诉你们哈，我那个时候受洗，我在我们教会里面叫做受浸啊，起来以后我就哇，那个时候就想哇，在这个地方我就宣告主耶稣，我爱你。我一生一世我要服侍你，在你面前一定永定。话讲完不到一年我就不见了。为什么？因为世界多美丽，外面啊可以演唱，可以做什么我就去了啊，可以拍电影了。各位有看过那个电影吗？有啊。好吧，那今天分享到这边告一个段落，有点难继续下去。好了，你看看，我就这样子。我后来呢，我就这样子，这个长话短说，我就这样又跑去演艺圈里面，而且我这当中啊，做了一件最糊涂的事情。一件事情是我离开教会，第二件事情是我离开教育界。为什么呢？我那时候去就把那个教授，我当你看师大毕业当老师，对不对？当得好好的，到校长面前去，我要递辞呈。校长说：“你为什么要辞职啊？人家是好不容易才要当老师，你是老师当了5年，你好好的为什么要辞掉？而且我在学校还算是很有功绩，因为我专门带那个比较特殊的学生，那到我手上都很有结果我居然这样，他我要辞掉，那个校长就问我你为什么一定要辞，我就跟他讲说我想到外面去发展，然后呢我的同事问我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做，我就跟他们讲说我不想过这样子太平顺的生活，我想要有起有落，有上有下，后来果然是很有起落啊。好啦，你看我就这样子，就又跑到那里面去了。其实我那时候一离开教会，前前后后到我12年前恢复生活，教会生活长达18年的时间。我离开教会18年，亲爱的朋友们，这个18年你们所看到的石孝荣是在演艺圈里面最有所谓的成就的时候，最红的时候，最怎么样的时候。可是我要在这边告诉你们一件事情，千真万确的告诉你们，因为这是我亲身经历的。外面你虽然看到的是那光鲜亮丽的我，里面我里面只有5个字可以形容：软、黑、空、闷、苦。软弱、黑暗、虚空、苦闷、痛苦，一个字不多，一个字不少。你以为说我在那边真的是啊，好像我在那边啊，除了数钱还是数钱。唱，哎，拿钱，对不对？有时候我们唱压轴的，唱完之后再出来一看，哎，刚才的掌声如雷，人都不见了，只剩下钞票，对不对？所以呢，你想这个给我们里面什么感觉？真的很虚空啊！亲爱的朋友们，在座的各位，你们可能比我有钱，你们可能比我有成就，比我有学识，但是请问你，你拿了一个博士、2个博士、3个博士，然后呢？你开了一个公司、2个公司、3个公司，然后呢？对不对？你到最后，我们讲真的嘛？我们是怎么样？赤身而来，也要赤身归回啊！什么意思？我们两手空空的来，两手空空的回去。那中间，你真的这样过吗？
况且现在有很多事情都不在我们的掌握当中，现在我刚讲极端气候，极端这个极端那个，我们到底明天会怎么样我们都不知道。所以现在啊，哎，什么时候是七月半？今天吗？还是昨天？还是什么时候？前天啊？今天啊？明天啊？哎，我也搞不清楚了。不是，因为我看我们那个台北，我就看好多人在那边拜啊。对不起，我讲句实在话哈，如果在拜的人，我很想问他一件事情：你现在拿这一块木板，你铺一半木头了，这一半呢，你拿去雕了一个神像，然后放在那边拜；这一半呢，你拿去雕了一个椅子，然后你用屁股坐在上面，啊，不是同一块木头，是不是？那同一块木头啊，那一边你就拜，这边你就屁股就给他，是不是这样子？我曾经在我的 Facebook 上面写一个，同样是人手去雕刻出来的，你放在庙里面你就去拜，你放在博物馆里面那就没有人拜，不是一样都是人去雕出来的？所以啊，我们人哦，其实有时候说为什么要拜，你知道吗？就是因为不平安，就是因为不平安。我们常常讲说，我们传统讲说我们要孝顺，孝顺是父母亲在的时候你要好好的孝顺他们，那才叫孝顺。如果父母亲不在了，弄一块牌子上面写一个，比如我们已经失事，你想，哎，只有讲到我爸爸妈妈好像不太够，列祖列宗全部列上去，失事啊，然后这样，这叫什么？这个叫什么？这个叫盖瓜承受哦，失事宗亲，不是什么宗亲啊，什么东西啊，全部写在上面，反正谢谢我拜五丢呢，就一块木头，你这个在拜自己的良心呐、啊，你不是真正的拜到他们，所以亲爱的朋友们，不要有这样子，我只有讲实在话，你想想看我讲的有没有道理就好。我们常常就在这样的束缚，这样束缚里面。好，结果你看看，我经过了这样子十八年，各位，我刚刚说什么台湾族对不对？可是我住在卢凯族的地方，所以呢，卢凯族的人说，哎，你应该是卢凯之光；台湾族的人说，哎，你应该是台湾之光。我怕他们吵起来，所以我在卢凯族的地方就说，哎，我叫做卢台之光。在台湾族那边讲，我是台卢之光。哎，还要你这样子在哪个前面，你要分清楚啊。对不对？顺序他讲的对啊，可是我告诉你，不管叫做卢牌之光或者叫牌五之光，我当时里面一点光都没有，都是黑暗，没有任何的平安。你们很难相信，像我这样子这么壮硕的人，两件事情我不敢做：第一，不敢坐飞机，惊；第二，不敢走夜路。为什么？等到我后来回教会以后，读了圣经之后，这有什么好怕的啊？真是，对不对？第一，我的一生全部掌握在神的手中，我有什么害怕的？神不允许的事情，没有一件事情会临到我，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这个什么是我刚刚讲的七月半的时候，人死不会变成鬼，人死了那到阴间去，就在阴间等候主耶稣来，然后呢，我们要全部都要复活，然后呢，哎，该审判的审判，该怎么样的怎么样子，这个讲起来就惨了，没有什么人死了以后会变成鬼，没有这种事情。所以各位，如果今天我们还有这个观念的话，你要把它改掉，不要害怕，非常好。我呢，你看，我就这样恢复了教会生活。十二年前恢复教会生活之后，哇，我就觉得我这十二年来是我觉得我最，虽然外面还是一样会有苦难，我刚刚讲头上照样乌云，心里照样忧伤，可是呢，我日子过得非常的平安，真的过得非常平安。我现在有两个孩子，老大现在今年升国三，小的呢国一。这个老大从小就喜欢牵着他的手。牵着他的手，一边就像刚刚这样子，一边呼求主耶稣的名，一边祷告，送他上学去。结果呢，有一天送他到学校门口，因为我们是属于那种孝子，帮他背书包。对，到了校门口呢，把书包背到他肩膀上去，拍拍他屁股 ，OK， 拜拜。他走了两步，突然间转过身来，用很震惊、很严肃的眼神看着我，然后跟我讲说：“爸爸，主耶稣祝福你。”哇，你看。在他这个转身走进去的时候，我这个真的是觉得很感动，里面就有一个旋律跟那个歌词啊，就浮上心头。我在第一时间呢，就冲回家里面去把这个歌词跟这个歌写下来，就带回来为各位演唱这首。你知道为什么要在第一时间冲回家吗？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因为我很怕歌词跟旋律会忘记。第二个原因呢，是我很怕，人家看到一个中年男子在那边老泪纵横，不好意思。我这几年回到教会之后，心也变柔软。我怎样唱的歌我很害怕，为什么？我好像很难不哭，我每次一唱一想到我的孩子，我就很容易掉眼泪。所以呢，各位等一下，这个歌应该很容易学啊，你们听一听，万一我等一下真的唱不下去的时候，你们帮一下，行不行？行不行？好。
那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走吧，走吧》。今天当爸爸妈妈的举手有没有？有哈、哦。好，我们把它学起来，然后回去唱给我们旁边的小宝贝们听，好不好？来，走吧，走吧，谢谢。走吧，走吧，我亲爱的，勇敢地向前走。我知你会频频回首，我站在高处向你挥手。漫漫路程起起落落，有时欢笑，有时伤痛。尽管我无法时时陪在你左右，交在身手中，你却是安然稳妥。耶稣是你最好朋友，记得要时时向他呼求。走吧，走吧，我亲爱的，别管我泪流。当你越过旷野高峰，要回到深处向神歌哦。我用祷告将你包裹，无需忧虑，展开笑容。要学习我如何跟随主的脚踪，也要让这些话住在你的心中。耶稣觉得说民歌很好听啊，我也很谢谢大家啊，在过去的日子里面
对我的支持跟爱护。所以如果今天我已经找到了更好的，真的他比明哥还要好，他能够叫我们能够得生命。如果我今天到这边来，我如果只有带明哥来，我对不起你们，因为过去你们这样子支持我，是不是懂我的意思吗？我今天得到了最好的，我当然要跟我的朋友们分享，对不对？我享受到了神的爱，我享受到了平安，我享受到了喜乐，我当然要跟我们好的朋友们来分享。所以亲爱的朋友们，有人会觉得说很奇怪，我为什么愿意把所谓的在演艺圈里面成就好像放在那个地方，不去当明星，反而要当人家的朋友。有时候演唱会这样子的诗歌的演唱，人家一看到我没有明星的样子，因为我不想当明星，我真的不想，我想当大家的朋友。因为连这位神，这位荣耀的神到地上来，他都是这样卑微的来，他来做什么？他来做罪人的朋友。我们大家都是罪人啊，我是罪人，我当然是罪人。在座的各位，对不起，我要说句实在话，你们也是罪人。可是今天有一件，如果今天已经是基督徒的，感谢主，跟我一样，我们的罪人呢，前面加了几个字，我们叫什么？蒙恩的罪人。如果今天你还不是基督徒，那对不起，你还只是罪人。今天到这边来，我就很希望把这个蒙恩的机会来告诉你，知道我的意思吗？我里面那个迫切的感觉，是因为我尝到了这个属天的甜美的滋味，我当然要跟你们分享。我刚刚讲这位主耶稣为我们生，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为我们升天，都是为了我们。而且我刚刚讲说，我这辈子有做了很多不对的事情，不好的事情，但是唯一值得真的觉得很庆幸做对的一件事情，就是我大四年里我接受了主耶稣做我的救主。接受主耶稣，圣经上告诉我们说，凡信他名的，就是凡信入他的，就是接受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成为神的儿女。所以你只要接受主耶稣，你就成为神的儿女。而这个信，相信这个信字啊，在圣经里面真正的意思是接受的意思。这位主耶稣2000多年前到地上来，已经为我们钉了十字架了，身体已经为我们裂破了，宝血已经为我们流出了，他的救恩已经做成了。听好，他的救恩已经做成了。今天你只要愿意，你只要有一个愿意，你就可以得到救恩在那边。你只要愿意，你去拿，你就可以拿到，你就得到这个救恩。你只要愿意相信接受，那个信是接受的意思。我现在想请问一下，刚刚我唱的那个诗歌好不好听？好不好听？好听，好听啊！来，我们长灯亮一下，好不好？好听吗？好听。那这几年呢，我除了做民歌之外呢，我做了一些诗歌的 CD， 我做了三个 item。如果今天我说我这个 CD， 我要把它白白的送给你，你相不相信？相信。你相不相信啊？相信。好。今天在座的到现在为止还不是基督徒的朋友们，麻烦你们举个手。还不是基督徒的，麻烦你们举手。举手没有关系啊，这只是到目前还不是嘛，有什么好的，不好意思的。好，手请放下来。我再问一次，还不是基督徒的朋友们。好，这些举手的朋友们，我想问你们哦，还没有举手已经是基督徒的，你们就不要回答了。这些举手的朋友们，我说我要把这 CD 送给你，你相不相信？相信。相不相信？相信。相信。我现在跟你讲很清楚，送给你没有任何的条件，没有任何的要求，这叫做什么？恩典，对不对？叫做白白的恩典，就是要送给你。你刚刚已经举手了，对不对？我这边准备了1、2、3、4、5、6、7，总共10张。总共10张的 CD， 刚刚举手了，再举手一次。10张的 CD， 我现在请问你，如果是已经是基督徒，就不要举手啊。我现在请问你，我要把 CD 送给你，你也相信了，对不对？请问你，你要怎么得到？请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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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怎么得到？第6次了。
好，不要抢，小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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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等一下，我这边还有几张。好，不要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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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们送给小朋友好了，好不好？好，好，请回座，请回座。好，我再问一次，刚才举手的朋友们，再举一次手。刚才举手说还不是基督徒的，还不是基督徒的，再举一次手。然后你手上有 CD 的，也把它一起举起来，来，举高一点，让我看见，举高一点。亲爱的朋友们，我现在请你们好好问问自己，刚才我说 CD 要送给你，这是不是叫做恩典？是不是？这是个小小的恩典，它不过就是一张 CD， 你就接受，你就会想要。哎，手举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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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现在举手的这些朋友们，现在麻烦你在我座位上站起来，麻烦你在座位上站起来，麻烦你站起来。来，请站起来，请站起来。刚才举手的，就还不是基督徒的朋友们，麻烦你们好不好？你既然都举了手了，我就请站起来。好，我现在问了，你想清楚哦。CD 不过就是小小的一张 CD， 小小的恩典，你小的要接受。今天宇宙当中最大的恩典是什么？神要把他自己给你，你要不要？要不要？神要把他自己给你，要不要？要不要？要的走到台上来，要的走到台上来。你都已经站起来了，就 走到台上来，走到台上来，你要得到神的走上来，来，我们其他的这个弟兄姊妹们，我们给他们掌声鼓励他们。你要得到神的小小的恩典，你都要，更大的恩典你绝对要。楼上的，楼上有没有？刚才举手的，刚刚站起来的，你要得到神的，走到前面来，走到台上来。还有没有？你如果是要走上来的，你慢慢举手好不好？还有没有？来，走到台上来。来，我们掌声再热烈一点，来，我们再给多给他鼓励。你再想清楚哦，这是白白的恩典，就跟刚才 CD 一样，你什么都不用做，你就可以拿到。现在这个救恩，你什么都不要拿，你就可以得到。这在你要知道。这个是接受神，要成为神的儿女，是在神的面前的一个决志，告诉神说：“我愿意接受你。”还有没有？还有没有？没有，我们就先暂时停在这边喽。还有没有？好，感谢主啊！我们也非常的来，我们靠近一点好不好？来，我们啊，牧师在这里，我们也请为我们做个祝福的祷告，好不好？啊，非常欢迎新生病的人啊！那跟牧师来做一个祷告，这个祷告是让师弟兄所得到的这个永恒的生命，今天晚上就在你们的心中，好不好？好，把这个祝福，把这最大的礼物带回去。好，我们眼睛请闭起来，跟我来一句一句念：亲爱的天父，感谢你这么爱我，差派耶稣。担我的罪，除去我的不义。今天晚上，我欢迎耶稣，把永恒的生命赐给我，使我享受你的恩典。感谢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好，我为他们鼓励。公司有一个邀请，刚刚史弟兄啊，给你们礼物哦。明天是礼拜几？礼拜天。教会在哪里？就在我们台湾银行那边，水圳高不一样哦。我就请你们明天来教会，然后牧师也要送给你们另外一个特别的礼物，好不好？我现在把你们扫描记起来哦，欢迎你们。好，好，就请你们啊，我们下面欢迎你们。那我也要代表教会特别来给孝荣弟兄一个特别的礼物。孝荣弟兄，你在哪里？
非常高兴，我们再一次热烈掌声来谢谢啊，耀荣弟兄这么美好的分享，我们一起大声说，施孝荣我爱你一辈，来，施孝荣我爱你，来上帝，谢谢姐姐，我们再喊一次好不好？主耶稣我爱你，来再大声一点，大声一点，来，主耶稣我爱你。感谢你让我们有一个非常平安喜乐的夜晚，愿上帝你赐给每一个人今天晚上有美好的睡眠，也得着那永恒的生命，喜乐平安带回家，奉耶稣的名祝福祷告，
相信今天晚上大家一定带着满满的感动、满满的祝福回家啊！希望我们的台前呢，如果你今天喜欢师弟兄的分享，我们台前有师弟兄的书以及师弟兄的 CD。还有师弟兄，如果你有购买书以及 CD， 师弟兄会在台前为你签名。还有刚刚那十位幸运儿，一样在台前要领取你的奖品哦，在台前，谢谢各位。